位大家好，欢迎大家光临2010年 Computex WinPower 的摊位。在此介绍的是 WinPower Shark Copier 的系列。那这个系列呢，我们有从1:1到1:15。那本身我们有自己设计我们的 casing。那这个 casing 的优点就是说它是铝制的材质，所以相对来讲比较轻。另外一点的话，就是说我们内部的散热效果非常的好。那这样的一个产品呢，我们本身有搭载不同的 burner， 那我们有所谓的 CD DVD burner， 有 Blu-ray 的 burner， 那也有分一些 special 的 feature， 比如说 light scrap burner， label fresh burner。那同样的产品呢，我们也可以搭配我们的 copy protection 或者一些其他的相关软体。所以这个系列呢是非常非常成熟的系列。在此跟各位介绍一下我们新的一个软体的产品，它的名字叫做 copy protection。那我们这个软体它主要是针对像有些客人，他像您哦，您做了一些 wedding 的摄影之后，您希望可以保护你的产品，对，那这样子的话不是说每个人都可以做任意的 copy。 那我们这个 copy protection 的软体资源基本上它会支援两部分的保护，一部分的话是说烧录机的部分，变成说客人如果说把母片放进烧录机的话，它是没有办法做 copy 的。那另外一个保护就是说，如果有人希望把它放到 computer 里面，然后希望把它转档出来，这个也是不可以的。那我们是为业界唯一一家首先推出 Blu-ray 版本的厂商。那如果像各位有兴趣的话，可以跟 winpowerdigital.com 联络，谢谢。好，再次跟大家介绍的是 WinPower Digital Daisy Chain 的产品。那 Daisy Chain 的特色是每一台 tower 可以独立的运作，但是在有特殊的需求跟特殊的场合的时候，使用者可以把它们连在一起。只要把母片放在我们 tower 的第一个tray，所有相连的 tower， 所有相连的 burner 都会烧同一个母片，而且速度是非常的快速，不会拖长烧录的速度。以 DVD 来讲，烧一片 DVD 的速度大概是7分钟左右。那当你连像我们现在展示的，就是说15 target， 那我们现在连了5台在一起，所以就是75个 target。那7分钟你就会拥有75个 copy， 所以针对演唱会、针对演讲，它有实际的快速的效果。那这个产品主要是针对这样的需求做所谓相关的设计，谢谢大家。如果各位有兴趣的话呢，可以参考我们 www.winpowerdigital.com 的网址，谢谢大家。